真心给你，你不要沉默不语，一万万句我爱你，我一定会来看你。郑国成，哦，来了来了，哎，快点呢、啊，快点呢、啊，快点呢、啊，你们这四个是不是太胖，你走不动啊？郑国成，郑国成，哎。哎呀，这个眼神很凶的，气醒我，气醒了，心情悲我，哇，神经飘我，张大伟，大家好，草蜢是我们成长的回忆，今天真的乱爽的，看到这三个老来子，真的好感人哦，哎，真的。平均快六十岁，跳舞跳得这样子，我的鼻酸呐、啊，小燕姐都掉泪了。那小燕姐的叫来着呢？小燕姐啊，小燕姐，小燕姐啊，来小鸡来看演唱会，在这个时候安可的时候，东南都走了，现在她一直坐。我爱你，小燕姐，小燕姐，大牛在我隔壁，大牛罗时丰啊，李圣杰在我后面，还有那个郭俊杰啊，范晓萱也在哦。范晓萱，对啊，范晓萱，范晓萱，不要闹了，容啊，那就那叫那叫上来啊，你先唱歌啊，我唱你个头啊，范景是不是你喜欢的歌？我好中意哦。哎，民国79年发的这张专辑，当时我在录连环炮，我跟阿杰讲说，哇，不得了，三个人在那个圆形的舞台上，哎，让看，让看他表演，让看，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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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然后呢？我是真的是他们的歌迷，所以当时觉得这个香港的中性舞团，中性什么中性啊？中性中。哎，不高兴啊？不是，你说吧。他们打扮在舞台中性的，现在舞台是你的。好了，你们很精彩。哎，安可的歌该唱这首歌了，我等半天了，我没有走就要等这首歌。要不要？好吧，准备，对。一样。要不要一起唱《斑点心》？啊？要不要一起唱来？哎呦，来了，一起唱了！来，我们分开，舞步。我可以走了吗？一滴都不说话，爱情像你每个演出，我却又不想。你我之间总有些敌人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妄想吧，别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把内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好害怕。你真的快乐吗？说话还是像烟水从中沙，谁能把它留下？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妄想吧，别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。把内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好害怕。我的心为了爱你，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。